高到几度？140，所以好像差不多，差不多了，所以差不多好了。OK， 太好了。你干嘛？大家，今天是圣诞节，然后 Michael 在准备圣诞大餐。我们家呢，就是一个人负责中式，一个人负责西式，所以像是感恩节啊、圣诞节都会是 Michael 准备，那其他时候就是我准备。然后我今天穿了一件比较有那种圣诞节感觉的上衣，因为我没有那种 Christmas sweater， 所以我就是穿了一件这个。有点圣诞节感觉的上衣，给你们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圣诞节晚餐。所以呢，我们准备了薯泥，还有烤火腿，还有 Michael 自己就是从面粉做出来的面包，然后还有我们前几天买的那个蛋糕。虽然那个蛋糕已经被我们吃掉了一点点，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是有留一点给今天。不是想吃吗？哎，等一下，他真的吃到。啊，你现在火腿也会做了，然后火鸡也会。谢谢准备这些东西。不客气。福吉圣诞快乐。好可爱哟、哦。吃甜点又是第二个味，我们两个吃超饱的，直接倒在沙发里。今天的 vlog 好像就这样子，因为今天圣诞节，所以大家都在就是过圣诞节，所以现在也没有，就是现在我们吃饱饭好像也不能做什么事情。今天睡得比较晚，睡到12点多吧，快一点。因为我们昨天晚上看Sweet Home， 就是 Netflix 上面最新的那个韩剧，我们昨天就是从第六集开始看，然后看到第十集，一口气把它看完，看到凌晨4点，所以我们就今天睡得比较晚。那我们今天也没有什么行程，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练习开车，然后刚刚 Michael 也带 Bushy 去散步过了。假如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可能还会再带他散步一点。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先去买咖啡，然后买完咖啡再去练习开车。我要去右边这一个小窗口买咖啡，他们咖啡很好喝。Actually, can you make it extra hot? Large, please.
你说右边是油门，然后左中间是刹车。对。如果你开这边的窗户，你会最里面会稍微看到布吉的头一点。哦，要看到布吉的头啊。如果窗户有开的话，那他的头。好，那好像就还好。好，我要现在怎么走？右转。真的很紧张，而且我很害怕，就是我方向盘没有转的好。OK， 直。但现在直了吗？你现在靠左。OK， 到底要趴几下，对不对？嗯、要停一下，这里没有人。那我要按对右转。对。那、一直放啊。要一直放。你还没有转呢、啊。哦，所以他自己跳回来吗？哦，真的、啊，我都不知道。对，现在右转。你为什么要左转？因为我怕靠到边边。如果会的话，我跟你讲。你跟我讲已经来不及了。哇，好酷！我都不知道说你打灯，它就还会帮你跳回来。哦，那么这样很忙哎。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我在练车，练习开超慢的。好，现在右转。对，现在可以了。右转。我觉得今天好像比上次勇敢。啊。OK， 开灯，当 stop sign 一下，当 stop sign。OK， 右转。哦，OK， 不错啊。哦，不知道，觉得好像比上次少紧张一点。对啊，我们下次我们学左转。OK， 就是你先去休息一下。应该不错吧？ Okay, 停。Park， 你下车去看看，关掉安全。啊，我怎么会看左边？你是太习惯在 passenger seat 了。前面太亮。可是我觉得差不多了。差不多啊，其实我屁股没有凸出来。对啊，那你看右边。那边还有一台银色的车也在练习开车，然后现在那边有一台已经就是才刚走的银色车，刚也在练习开车，所以刚刚这个 parking lot 有三台车在练习。觉得好像这次开的比上次好，你觉得有吗？有啊，好像开的比较快一点点。对啊，可是我还是很紧张。而且我觉得最难的是，因为我们是开休旅车，然后我都看不太到我现在我们在线里面，或者是说我太左边或太右边，我觉得这是最不容易的。所以 Michael 要一直跟我讲说，在左边呢，在左边呢，我在右边，在右边。我觉得真的很难，而且我觉得开车好忙哦，就你又要注意你有没有对准线，然后你有没有在你对的那个到车道上面，然后你还要看左右有没有人，然后你还要看那个 sign， 就是说哦是 stop sign 还是什么 sign， 然后前面有没有 bump 啊，真的超麻烦的，觉得比主办还辛苦。相信有人说主办比开车辛苦，没有，我真的觉得主办比较简单。主办的话就是可能开水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做，可是开车没有，他就是一次都来了，就觉得很可怕。我们带 Bougie 下车，找一块空地走一走。尿太多了吧？这是我的地方。不行啊！我现在下车要去买 Bougie 的饲料，他又吃完了。我每次都来
这一间买，假如住在西雅图的可以来这间，他们卖东西都不错。去爬山的，可是呢早上就是下雨，然后到现在才变就是阴天，然后我们就睡回笼觉，就睡到现在下午2点。然后呢我们明天会去爬山，因为明天好天气，唯一的好天气，所以我们明天会去爬山。我现在跟 Michael 要去买 Burger King， 因为很久没吃了。然后前几天开信箱的时候，发现就是 Burger King 有寄那个一张折价券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买 Burger King。然后等一下，我们想要去 Bellevue 的公园，还有 Bellevue 的 Mall， 去那边看家具，然后还有在布局走一走。真的很奇怪。都已经要下山了才变好天气，而且还是变大太阳那种。 Hi, place the mobile order. I'm gonna have the name. I'll be ready at the window. Al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为什么不买 jalapeno cheddar bites 给我？ You're kind of awesome. 你拒绝我。 OK. 嗨。 Hi. What's your name? Michael.谢谢。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买的什么。所以呢我们买的薯条跟鸡块，这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东西。好啊，我喜欢吃 Burger King 的薯条，虽然它的薯条很粗。看一下我们刚刚去的公园附近的房子，都超漂亮哈！除了这两个，除了这两个，超漂亮。这个很漂亮，然后还有这个也很漂亮，然后这边也很漂亮，这个超美的，很 modern。然后这个也很漂亮，干嘛一直笑啦？超漂亮的。哇，这个好漂亮哦！我想跟他敲门，说要进去参观。这种沙发，这样才躺得进去啊？怎样？好舒服哦！烫头发。嗯。这个椅子好可爱哦，毛茸茸的。发现这个家具都是要多看几次，因为有可能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漂亮。然后第二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还好了。嗯，好喜欢。买candle蜡烛需要吗？需要，会让家里香，香就会让我闻的心情很开心，所以这很重要。哦，是，这是必需品，跟吃饭一样重要。啊，可以吃吗？不行，可是心情好很重要。好吧，我要买这个 Shun。可是我不觉得好看吗？好看是好看，可是脚它那么立，然后到时候我。切东西那么容易切到手，那我手指头就被切下来。哎，要学好好切东西了。我有好好学。哪里？你是这样，你手这样的伸，空空空空。我真的有很认真的切。
好漂亮，很那种日本的感觉，你不觉得吗？嗯，懂。哇，给你们看一下刚刚去买的战利品。我买了两个蜡烛，然后一个是什么新鲜柚子，新鲜柚子，我还帮大家翻译耶，算了，不要讲翻译，我觉得翻译起来超奇怪的。这两个蜡烛都是那种就是清香的那种味道。然后呢，刚刚又去亚洲超市买了两盒的花生汤圆，跟之前有买过的这个芋圆跟番薯圆。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买，反正就买来吃吃看。我要加到前几天煮的黑糖地瓜汤里面，因为还有剩一点。